对，就是我们三兄弟一起唱歌就对了。哦，但是小玉姐唱歌比较好听。对啊，呀呀呀，就是对，你看嘛，我们这大年山这边，你看黑不溜秋的都是大姐爷，都是吧，好黑嘛，黑的很，尤其是阿卓，太黑了，尤其是阿卓，他特别辛苦。对，我最黑的一个，要么搬辛苦，要么卖玉米，真的很辛苦的。阿卓，我们都好几个月没见了，真的。唱歌手，小玉姐说唱歌手，表白没有？表白没有？家人们就表白没有？他不懂，是吧？唱不要怕。哎，我说这个说实话，自己。得用我孙能会唱歌，我孙能会把我们。真的，家人们给阿卓帮一下忙，真的有票要上一下。对。阿卓很辛苦的。对，家人们，站在点一下嘛，站在免费站在点一下。对，你们没有票就把那个爱心点一下。对，没那个。都说是啊，现在是现在是社会时代啊，网络时代，是吧？我现在阿卓墨镜戴起，我墨镜没有吗？墨镜啊，哎，家人们，小叶嗓子实在不行啊，就是说啊。咱们一人搞个小心象，家人们。那你这个不行啊，兄弟。兄弟们上一下，兄弟们上一下。哎呀，这谁呀？感谢感谢，感谢，墨镜必须有。家人们，咱们就是说，家人们，咱们一起一人送个小心象，咱们团结一下，好不好？墨镜小玉姐带起，我必须带起。感谢小子给我师傅送的么么。我实话说个，阿卓。我们2021年去当的兵，然后在谢谢对家人们，咱们就是说不要让小姨输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让小姨输了，好不好？欢迎咱们李大哥，欢迎咱们李大哥，真的给我师傅上一点分，兄弟们，感谢了，众筹一下，就是谢谢兄弟们。不过我那种，你赢不还赢不？家人们，咱们小姨谢谢谢谢兄弟们，么么哒，感谢。感谢给我师傅送的么么哒，你就是必须把小玉姐压下去，兄弟们。啥子东西哦？没别的就这么的。嗯，不是唱两下就能了。家人们，咱们就是说，不要让小玉输了，好不好？感谢送的皮球。我们不要让小玉输了。感谢啊，给我师傅送的皮球。我去了，我去。你先给我，我是我自己了，俺还是你太我给他闭麦了啊！家人们就是说，不要让小玉输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说，也这么久没有开，其实，说实话，我也是挺想听一下阿卓唱歌的，感觉是，虽然说可能太久没有见他，应该是今天也有点上头了，所以说，可能说啊，大家看着比较乱一点啊，就是说，谢谢，对，咱们不要输给阿卓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不要输给阿卓，就是，不管他变得怎么样，还是或者其他的，就是粉，就是咱们不要让小玉输了，好不好？阿卓在什么地方？对他现在那个地方，让我谢谢咱们用户的。亲吻啊，感谢家人们，对家人们就是咱们一人众筹一下，好不好？哪怕是小心心赞赞也行，咱们就是不要输给阿卓了。虽然说咱们直播间是女人，但是我觉得女人不一定得那个啥。小玉说了表白吗？不是，在乐山市，我没有，我在成都啊，家人们。阿卓是木头，他今天应该是有点那个啥，所以说哎呀妈呀，这谁在对面这么厉害呀，家人们？哎呀，家人们就是说，家人们，咱们不要输给阿卓，行不行？就是说，咱们不要输给阿卓，好不好？就是，哎呀，我觉得阿卓今天可能他那边有点那个啥，我就感觉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就是，可能他。对，我在成都，家人们。对，我在成都，家人们，咱们不要输给对面了，好不好？咱们不要输给对面了，就是虽然他们人多，我们人少，但是咱们不能输给男孩子嘛，毕竟今天是不是？今天是过节，对不对？
今天咱们是过节嘛，不能让女孩子输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，还是挂了。就是咱们今天过节，咱们不要让女孩子输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不要让女孩子输了，好不好？90秒加成挑战，对，终于开播了，好多天没见了，欢迎欢迎咱妈年纪那边三个都是木头，咱们如果说小一年三个木头都打不过，那就确实太那个啥了，对不对？咱们x18116，家人们，咱们一人来个小星星，或者有墨镜的，咱们来个墨镜好不好？咱们把这个加成给过一下，咱们不管怎么样，咱们今天是情人节嘛，就不能输给男人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有没有墨镜的家人们？有没有墨镜的？咱们就是把加成过一下，加成还有70秒，不能让对面赢了呀！今天啊，高矮还是一个小节日嘛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女孩子怎么能输呢？对不对？家人们，咱们有没有墨镜的？有没有墨镜的？咱们过一下 PK 值啊，差一个墨镜啊，对面都过了，对面都过了 PK 值了，家人们，咱们还差一个墨镜啊。今天过，哇哦！谢谢谢谢谢谢咱们梧桐雨啊，谢谢咱们梧桐雨啊。怎么感觉这个人好眼熟？成都的是吧？梧桐，哇！谢谢谢谢，咱们大一加成啊，家人们，现在咱们先别上，咱们加成的时候再上好不好？我们加成的时候再上啊，家人们，谢谢谢谢家人们，我们还25秒之后，就是说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是过节，不能让女孩子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过节就让阿卓给我们唱首歌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过节让阿卓给我们唱个歌，然后也当是阿卓送给我的礼物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也当是阿卓送给我的礼物了。咱们8秒之后，咱们就是家人们，咱们一起众筹一下，咱们就是有啥上啥，好不好？还有3秒钟，3秒之后，对，家人们，现在加成了，咱们现在是1.5倍，家人们，今天就当大家帮小姨一下，让阿卓唱首歌，唱首歌就当是送给小易的礼物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就当是阿卓送给小易的情人节礼物了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对，咱们现在就是说是1.5倍加成啊，家人们，现在加成是1.5倍，我感觉我得输呀，家人们，就是说我们今天赢一下，就当阿卓送给我的一个礼物，行不行？因为我们现在也不在一个地方，就是我感觉我要输了，但是咱们得赢啊，家人们，今天日子特别特殊，小易输了，就确实显得有点那个啥不太好了，家人们。感觉我要输了，怎么回事呀、啊？我感觉我要输啊，怎么？哎呀，谢谢谢谢咱们周啊，谢谢咱们。对，今天咱们就是不管怎么样，咱们今天让女孩子赢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咱们不管怎么样，今天让女孩子赢，行不行啊？就是说，谢谢家人们啊，今天不管怎么样是个过节，怎么能男孩子赢呢？家人们，对不对？我们高矮就是说那个啥一下好不好？就是守一下。哎呦我。谢谢谢谢家人们，就是哎，我感觉我有点心力交瘁啊，家人们，就是有点心力交瘁啊，我感觉我要输了。对，家人们，咱们再挺一下好不好？今天就是说过节，不要让小易给输了好不好？今天过节，小易是不能输的呀。就当阿卓唱首歌是送给我的礼物了，行不行？感谢家人们的礼物，咱们一定得守住了，家人们。你说咱们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输给他们呢？对不对？对，一定要守住了呀！我真怕他们给我偷塔了，我这，有点那个啥，有点就是心里面，咱们再守一下好不好？守塔了，咱们守一下，家人们不能输给男孩子呀，今天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们赢了。咱们公屏上打一波拿下，家人们，小易刚卡了一下，咱们兄弟们偷塔，赶快杀一下这个偷塔兄弟！我给你们来一首歌，大哥们，赶紧偷塔！我先来个，苏木的里沟就不过拉索，你莫嘎的莫拉，你嘎这是。只在温州西拉哥苏苏大多多苏里苏大多多远方的归
四方的朋友，我们不常聚，难有相聚时。你家有传统，待客先有酒，一箱多美酒，美酒敬宾朋。请喝一杯酒呀，请喝一杯酒呀，知道？觉得我们唱好了。我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说大家不要就是说大家不要带节奏说太难听了，出现了心痛，我没有心痛或者怎么样。家人们，就是说，他们这边就是，其实这个敬酒歌已经是最高礼仪了，大家知道吧？就是说，没有乱啊，家人们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咱们都不要带节奏，说什么太乱了。我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咱们得就是，尊重每一方的那个啥，对不对？小玉姐。啊。就阿卓你们两个，然后断看出训练吗？断看出训练是？不是我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家人们，确实，今天看到阿卓，也让我觉得有很多的不一样啊。就是说，其实我知道很多家人们肯定也觉得是怎么感觉阿卓变了一个人，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啊，但是，可能是。八加一的原因吧，就是说他们其实很多人啊，家人们，其实我知道很多家人们就是觉得说挺乱的或者怎么样，但是还有的人会说彝族，就是以民族来说，就是说比较那个啥，我也第一次见他这个样子啊，就是对。我也是第一次见他这个样子啊，就是，怎么说呢？可能是他本来的样子，应该是八加一的原因吧，就是他是见不到你的原因。应该不是吧？胆子大些，不是胆子大吧？就是他今天有跟我讲啊，家人们，他今天有跟我讲，就是，那个。对，就是说家里面有人结婚还是干嘛的，就是说可能喝了点儿啊，家人们，可能就是喝了点儿，所以说人总是会小姨阿卓心里痛，胆子大了些，美酒敬美人，也不是说很乱吧，家人们，咱们得就是尊重每一方的习俗也好，或者是说尊重每一个人的一个那个啥变了。确实小易也没有见过阿卓这个样子啊，但是我相信啊，就是肯定是以后希望你凡事三，你把他带好了又把他带坏了，这不是乱。对，确实今天有感觉很多不一样啊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可能今天我没有过去，还是说因为他没有来得成找我，然后喝了，然后可能喝了嘛，喝了然后那个啥，然后对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个啥吧，家人们，可能应该是，我感觉他应该是喝多了啊，应该是喝多了，他有点不开心，我感觉他应该是今天喝多了，家人们，所以说我希望家人们不要那个啥，不要就是，看得出阿卓见你很心里面很开心，但是今天原本之前我有答应他，我说今天
如果不忙的话我就去找他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天也没有去成嘛，然后对，可能他就喝了点，对不对？阿卓变了，今后不行。大家也知道，其实也能理解，每一个人喝了以后可能说状态呀，或者说甚至是到自己在做什么可能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其实阿卓没有变是吗？阿卓不会变坏的。我也感觉他不是变坏了，可能就是说今天可能是一个特殊的节日，家人们，可能是一个咱们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日，然后呢对，然后今天可能心里面很不开心，然后心情很不好，所以说才这样子。可能每个人，小易今天好紧张，因为对挺他朋友在这里肯定不，我喝了就可以原谅。对，他今天是喝了8+1，对，家人们是喝了8+1，因为送给你什么礼物，家人们，阿卓没有跟我送什么礼物啊，因为其实也能理解阿卓那个啥，他在外边嘛，他在那个啥，他在凉山那边，然后快递什么的也不方便，他也不会网上购物，什么都不会的。阿卓，小易阿卓现在哭了，心情不好，喝多了。怎么说呢，其实我也能理解他现在这个状态啊，家人们，就是说人当在喝多的时候，小易紧张就玩指甲，不是，是对，有，应该是有一点吧。小易不听有的家人说你俩离得太远，都的话理解。小易好久都没有直播了，是的是的是的，家人们，很久都没有直播了。然后我刚刚直播一下，公司还一直给我打电话，刚刚不是卡了一下吗？阿卓情商低，没有谈过恋爱。对，他今天心情很不好，然后就喝了嘛，家人们，他今天心情不好，所以就喝了。我懂小姨吧。对，阿卓在哭，他今天心情很不好的，家人们，就是说他今天心情很不好，然后对，可能就是喝多了，其实这个也能理解，家人们不要觉得说阿卓变了或者变坏了，人在喝了以后其实都是那种自己可能都不认识自己，可能这个怎么说呢，可能跟我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原因是吧，因为毕竟就是说今天是一个可能说特别的节日或者怎么样，然后对